indicator. Okay.打开的，嘿嘿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这样拆开我们的手机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荧幕的排线拔掉好了。我们再尝试最后一次的开机，再亮一下。 好啦，那我们这只手机是开不了机的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把这个手机分解。我们先把荧幕的排线把它拔掉好了。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颗 sharp 的电池啦。好，我们就拔掉。那这个手机的，OK， 那我们把电池拔掉。那我们接着看我们手机内部看起来超酷炫。你看这个主机板是一个口字形的，就是一个方框这样子，它完全没有什么两层主机板啊，然后再把它合起来，用排线把它合起来，没有，这是完全是同一块主机板，然后中间这样挖空哎。 超帅，而且它这样子超级轻巧。
好啦，那我们就再把它合起来，让它恢复原状。OK， 那我们就再把它合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概合起来，反正已经不能用了，排线也就不接回去，就把它装回去，就是有一个外观像是手机模型这样子，但是里面没有电池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把。OK， 顺利完成电池取出 ，Sharp Number One。OK， 完成电池取出来啦。OK， 第一只手机电池取出来。那么下一支雷车，下一支我们来拆这个 ASUS ZenFone 5。下一个，我们来拆这个 ASUS 的 ZenFone 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是 ZenFone 多少 ，ZenFone 5吧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啊，接着我们来拆这一台 Zen， 接着我们来拆这一台 ASUS 的 ZenFone， 我们上面有贴一大堆胶带，我们先把它撕掉。哇塞，这些胶带已经都烂掉了。OK， 我们这一支 ZenFone 拆开来，它后面是可以掀开来盖子的设计，但是它的电池是在里面的，真是神奇！它后面开了盖子，后面还有一层盖子是怎样？到底是怎样？
吼吼吼！神奇！哇塞，这是什么神奇设计？哇塞，这一只是 ASUS 的 Zenfone 5，它里面的设计有个酷炫的，它的 SIM 卡是在正中间的，它是一个盖子，然后它的 SIM 卡是正中间，是一个排线模组，把两张 SIM 卡放在正中间，放在电池的上面，这到底是什么神奇设计？而且这边的震动马达是直接外露的，你看这个旋转的地方，竟然是直接外露的，超酷炫！这几百年前的手机，你看它旁边就一大堆空间都是浪费掉了，就是完全没有东西。它的电池也是这样方方正正，所以它的手机厚度也没有办法减少到太多。我们再尝试最后一次的开机，看看到底开不开得起来。哇塞，开起来了！这只是荧幕破掉了，我记得应该是触控，好像某一边没有办法触控，忘记了。我们就打开来再说。哇塞，这还是用 Intel 的处理器，Intel 的 CPU，这是几百年前的手机呀。超帅！